know 不能出国了，所以 you know 平一点这样子。我自己现在 you know 是很素颜。Hello L 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， 今天欢迎收看 What's in my bag。这个是我的工作包，里面就是有我的水壶，这1000cc 的水壶，这样子我一次就可以喝掉1000。我的小零食很多，这是我的发型师送我吃的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哦，它好好吃哦。这个是日本的一种冰梅，因为现在大家都 you know 不能出国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在 It's very good 长假屋。这里怎么找到一个信用卡？我都不知道这个信用卡在这里，因为我不喜欢现金都你知道握在一起，我喜欢它这样直直的短夹。就里面放很多卡，塞很多零钱啊什么的。我的新书，我都会带一本书，因为有的时候在书画的时候，无聊的时候不能一直看电话，看电话那个眼睛会受伤。现在的你在哪里？很多读者朋友们，你都是跟我一起这样子成长的，所以这本书就是我这个阶段的一些心境。我本人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分享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。 我没有什么偶包，我的一些缺点呢，我是在不管在商场上、职场上或是感情当中，我遇到的一些状况我都跟大家分享。那最主要就是说这本书是在认识我们大家的负面情绪，因为负面情绪以前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，我们要远离它，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要接受自己是要学会拥抱负面情绪，因为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美好的，让它变成一个我们的一个帮助而不是一个阻力。然后太阳眼镜，虽然现在因为戴口罩很少戴太阳眼镜，如果戴太阳眼镜再戴上口罩的话，就觉得好像是蒙面人，你知道，现在就比较少戴了，因为一定要戴口罩。防疫小物就是这个，它是一种干手洗，那用完了这个当然要用护手霜了。有一些护手霜你会怕它太油，然后会弄到电话、弄到包包、弄到衣服，但是这个不会，这个是让你皱纹变不见的。I know 听起来很神奇，但是是有一点效应，就是它是小贴纸，就可以让你的皱纹比较 you know 平一点这样子。我觉得这还蛮神奇的，因为我还是需要啦，还是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还是怎么样，有的时候这样。然后这是眼药水，因为有的时候眼睛会干跟涩。香水油，它很香。有颜色的一个唇膏，所以它持久度非常好，不会一下就吃进去了。还有这个遮瑕膏，小小的这小口红，因为我是一个蛮简便的人，我知道看不出来，因为看起来我应该是一个带很多东西出门的人，但是真的没有，只有工作的时候才比较 you know 会打扮。口罩跟防疫小物算一样，再来就是钱包啊，再来就是我的书啊，因为我现在在宣传我的书。口红什么我都可以不要的，因为我私底下 you know 是很素颜，你们可能看到我在街上你们不会认识我。希望我不要差很多，应该还好。我走大学生路线，戴黑框眼镜，然后不化什么妆。